另一期中国新说唱节目正版无损音频，上周六零时差上线酷狗音乐六强选拔赛中 ，Ice 用 Auto Tune 演唱成功打动吴亦凡，得到关键性的一票，击败派克特拿到最后一张六强的门票。紧接着四强突围赛袭来，六位 rapper 为观众献上十首爆燃好歌，节目音频同步上线酷狗音乐后，大批网友直呼听得过瘾。四强突围赛正式开始前，导演公布赛制变更，吴亦凡、张震岳、热狗、潘玮柏、邓紫棋制作人不再担当评委，将由四大音乐平台 BOSS 组成评审团，通过投票决定新说唱的四强人选。对决人选将由导演抽签决定，潘冬战队艾热和热狗，张震岳战队独苗刘百欣一决高下，艾热先声夺人，带来一首高能的小人物。这首歌着眼于平凡人，无论是 hook 还是 flow 都表达得相当圆满，连制作人邓紫棋也点赞称，这首歌要流行有流行，要表演有表演，要帅有帅。然而这首炸裂全场的歌曲却不敌刘百欣的木兰，四位评委一致把票投给了刘百欣，艾热不幸被淘汰。刘百欣 Lexi 的木兰之所以能取得胜利，跟国际化的风格有必然的联系，无论从伴奏还是 hook 部分来说都是相当洗脑，特别是那魔性的四连音，让人不由自主跟着哼起来。在酷狗音乐评论区，有网友表示这首歌听起来比艾热的有感觉，木兰的故事都听过，他诠释的可能没那么完美，但我听着起了鸡皮疙瘩。除了网友们对 Lexi 给予好评外，其实吴亦凡早就已经觉得他是个人才，在队员和导师互选时 Lexi 就在吴亦凡的五个名单中，所以在面对着那五颗热时才会犹豫不决，最终 Lexi 进入热狗战队，吴亦凡才选择那五颗热，连吴亦凡都曾为了他放弃那五颗热，足以看出 Lexi 有夺冠的实力。而四强中颇受争议的还有一路上稳扎稳打的 Wise，他以一首 DAY 击败王以太的时间试金，虽然两首歌都十分优秀，但从歌曲观赏度来说，明显是 Ice 的 Swag 风格更占优势。他表现出洒脱阳光的生活态度，对舞台把控能力也比王以太更为娴熟。不少网友在循环过歌曲后，都认为这首歌赢王以太没毛病，难怪被吴亦凡称为中国阿姆的那吴克热会在 1v1 battle 时选择 Ice 作为对手。现在那吴克热Ice 双双进入四强，两人都是酷狗网友口中的冠军大热门，胜负难料。四强选拔完毕，那吴克热 Ice 周汤豪刘百欣晋级四强，节目在最后公布了复活的选手名单，人气 rapper 小青龙、满舒可、李佳龙再次上线，他们将与艾热、王以太一起争夺最后一张通往总决赛的门票。究竟谁能成功杀出重围，